景美女中流行音乐社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学妹田其荣，然后她平常就很喜欢唱歌，也很勇于表现自己。今天她能够参加这个比赛，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幸。希望在场的大家可以给她支持，然后也希望评审给她一个机会，让她站上梦想的舞台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田其荣。评审好，我是田其荣，然后我是来自景美女中，今年16岁，高一，然后我是混血儿。混哪里的？我是混阿美族跟布农族。哦，这样也算哈、哦。其实我也是哎。啊？我混丰原跟台南啊。啊、哎，你是什么社啊？我是流行音乐社。流行音乐社 ，OK。那这个社团里面在干嘛？唱歌。因为大家都喜欢唱歌哦，所以社团的活动就是大家在唱流行歌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是有卡拉 OK 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老师会来教课，教怎么唱歌。哇，那是一个专业的社团，那应该 OK 啊、哦、哈。来，带来什么歌曲？我要带来罗美玲的《爱一直闪亮》。请开始。谢谢。我必须说，16岁，16岁能够唱成这样的一个水平，真的还不赖哦。谢谢。我觉得你的声音的特色就是甜，而且我觉得听到高音的地方，我们怕你出彩，但是你高音有上去，但显然是还需要加强的地方。OK。好。你们一起来一个，说我过关了，好不好？一二三。我过关了。耶！恭喜过关，谢谢。